伫咧台湾早期看布袋戏是真侪民众的休闲娱乐之一，而一出布袋戏那是要播会好看，除了讲爱有相当精彩的剧情和人物之外，布袋戏的布景嘛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。布袋戏布景彩绘大师陈明山，伊对十四岁就开始投入到布景的创作，发挥家己画图的天分和兴趣，伊是来创作相当侪美丽佮充满着立体感的布景彩绘作品。在最近这几年来，已经是专心来投入到布景彩绘技艺的传承和教育，希望会当尽家己的一份心力，延续着布景彩绘这项文化，让更加侪人拢会当看到布景彩绘之美。在伫画布进前，摕着画笔，一笔一笔为画布上色的身影。伊是台湾民俗戏剧布景彩绘雕用派的第四代传人，台湾国宝级布袋戏布景彩绘大师陈明山。自细汉就对画画真有兴趣甲天分的陈明山师傅，十四岁的时阵，伫一处的机缘之下，将此踏入布景彩绘的多彩世界。你要演出，第一就是要布景，布景就是你的门面。哦，啊，所以呐，做这平做好，伊无像艺术呀，拢一两百平啊，两三百平来做安尼哦。你布景也较水，拢还袂开眼的，人讲啊，这个较好做，给人家的印象就很好了。哦，啊，过来第一布景，第二呢就是音响，哦，你的音响咧听起来很舒服，啊咧袂差耳，哦。第三开眼了，开始表演了，再看你红啊有水无，啊咧，所以布景是排在第一的。一般啊，布景就是你要先定木哦，啊先以 K O 的意思啊，定起个木框吼，去擦清出来，啊甲平布。啊，咱即摆咧画这是软的，哦，这画啊打爱甲绑起来，哦，这是较挖背景软顶的部分，哦。啊，你当然你就是爱先构图，啊以前构图就是拢用个擦哦，用木炭哦，擦啊烧乌乌啊木炭来画。啊，即马较进步啊吼，咱都用粉笔就好啊，因为即马也无学生，也无师啊，啥小擦互你用啊，哦，啊，咱都用粉笔哦，啊嘛较方便啦，哦，安尼，啊，即马了你都爱上色哦，了上色，啊，当然你哦，像我拄啊，迄个颜料啊先搅拌，因为这种粉胶的物件也沉淀。哦，尤其拢沉淀，啊，你阿先啊留啊今年呢，啊你安尼你较好擦。即较早阮咧学师啊讲，哦，当学生的时候，迄阵还无荧光漆可以用，哦，啊慢慢就开始出来有油性的荧光漆，哦，啊这荧光漆你要配合吼，因为油性你要配合这个水性的漆料哦，很不容易，很辛苦，啊所以慢慢又发展出来了，就是水性的荧光漆了，啊这荧光漆的重点就是。伫暗时啊，你咧演戏，暗时啊灯光吼，迄个荧光灯照咧，灯光啊都乌人灯照咧去，吼，伊会越暗越美丽，愈暗愈水，安尼会效果出来。所以你徛伫远看，感觉尤其以前嘅人科技较未好，伊感觉哦，哎，平时创啥咧很光。从素布景彩绘已经迈入第55个年头。已经将近70岁的陈明山师傅，随着年纪渐渐大，视力渐渐变歹，现在需要挂两副目镜才有法度作画。画画的手也无正正溜俩，但伊对于画画甲戏台的热爱，又完无因此减少。是我的目睭年纪大了，老化越来越重了啊！所以你看，我怎么挂两副目镜？啊，这个老的，所以爱搁用手啊绑咧呀，吼，甲溜咧，啊，无按咧就再老，安尼，所以比较粗力一点的眼睛的，还有手，来哦，手不灵活，啊，眼睛也不灵活，放出飞剑，啊，就来哦，啊，怎么啊，接着放大，剑不背这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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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啊，就背出来哈，哦，也背出来哈，哦，啊，哦，终于任务完成啊，哦，任务完成，收灯啊，哦，收灯啊。
又等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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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还是有等来，看来，哦，伊是一个艺术形态啦。啊，你伫下边咧看表演，啊，有几股阳光灯照入去哦，吼，那就很坚实。外面啊，我拢会配合来讲，哦，物超所值。哦，我从台湾大学诶教授来，哦，我想问你，唔得啊，为啥变安怎咧？我一路车停，安尼看到，对啦，我就是爱安尼啦，物超所值就出来，吼、哦，你比我想的较好啊咧，我想爱我都变到是变成啊。近年来，因为年纪大，陈明山师傅无阁接剧团的工作，现在伫立义保健彩绘的教育推广甲文化传承，希望奉献自身的专业甲经验，保留保健彩绘这项传统文化，让更多人看到伊背后的文化价值。目前哦，因为我年纪大了啦，所以我慢慢退休下来，啊，剧团的工作就不再接了，因为太多了，太赶了，做真不了。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哎，啊，这个物件一定要传承下来，啊，无阿伯真正会无位，哦，啊，无采从功夫到今嘛，通到今嘛，啊，今嘛就叫无采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办法啊，争取，哦，啊，我就今嘛就是咱争取这个，先甲争取这个咱嘉义县的文化资产，哦，来保存者，哦，我已经伫2014年就登录入去啊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，你有这个名称，啊，你就较好讲，啊，无你。你入去学校，人嘛唔捌你哦，去哪一个社团啊、社区，人嘛唔知你是在创啥物哦。啊，所以我就先这个名称升了出来，啊，开始争取学校的工哦，都文化传承的工作不准传承，好嘞。好，咱台湾人知影讲，这是咱台湾的物件，唔通去予外国人。哎、欸，咱台湾拢一个习惯，去予外国摕去啊，甲讲啊，系阮台湾的，嘿、欸，啊去外国展览，当然才会出名。哦，看唔免出去展览就出名无，唔免去外国。哦，啊外国人后摆来习惯的，即阮的呢，哇，啊你们台湾的东西呢，就一件一件一直消失去啊，无人去啊，哦，无物件，安尼，哦，因大家都啊小换啊。我三保存就最好了，伊就供应你啊！啊，所以咱就尽量达知影。你个袂晓画，袂晓画，哦，你不喜欢画画，还是你袂晓画吼？你嘛爱怎讲？这布景就是咱台湾传统的物件。盈利事业所得。108年度2311亿，经济的发展，市政府在推动着许多的建设，一半的活动，还有民间力量的结合，大家一起来，让我们更多的人潮进来，那也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消费，看到嘉义市的好，整个都在动起来。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归功于所有的市民，大家共同努力。嘉义市会更好。亲爱的，我把车位变多了。除了停车场之外，今年底也会多了滑草场、清水空间，还有2处人行广场，势必会成为嘉义市最新的观光休闲景点哦！一起期待吧。
哎、欸，你也出事了。